请林秘书长报告出席人数。报告宴会，出席委员67人，已足法定人数。现在开会进行报告事项，请林秘书长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报告宴会，立法院第九届第二会期第二次会议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105年9月20日上午9时至9时31分10时1分至12时10分下午1时50分至1时59分20时32分至6时53分，地点本院议场，出席委员陈委员欧博等108人，请教委员林委员德福等5人，列席官员行政院院长林权等41人，主席院长苏嘉全，副院长蔡其昌。报告事项，第一案宣读本院第九届第二会期第一次会议议事录，决定确定。第二案至第85案均决定交付相关委员会审查处理，或交付相关委员会。第86案至222案为司法及法制委员会所提之报告案。第225案决定展延审查期限。第226案至254案为行政院函送本院委员提案之延处情形。执行事项，本院委员执行部分31件，对行政院长施政报告继续执行，决定下次会议继续进行施政报告执行。讨论事项，第一案、第二案、第5案、第9案、第10案经暂不予处理。第3案、第4案、第6案、第8案、第11案经决议函请行政院延处。第12案决议另定期处理。其他事项，105年9月14日朝野协商党团协商结论共4项，宣读完毕。报告院会，针对上次会议议事录，并无委员或党团提出错误或遗漏之处，做以下之宣告：第二会期第二次会议议事录确定，请宣读第二案。本院委员苏志芬等19人拟具《农业天然灾害保险法》草案请审议案，程序缓和意见，拟请由交经济财政两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意无意通过。第3案，本院委员苏志芬等19人拟具《学校形态实验教育实施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缓和意见，拟请由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意无意通过。第4案，本院委员林淑芬等18人拟具《劳动基准法》第38条及第79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由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意无意通过。第5案，本院委员施益芳等23人拟具《政府采购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由交交通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意无意通过。第6案，本院委员许淑华等21人拟具《国立大学校园项目基金顺势条例》第3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由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意无意通过。第7案，本院委员许玉仁等17人拟具《银行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由交财政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意无意通过。第8案，本院委员许玉仁等16人拟具《公路法》第34条及第34条之一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由交交通委员会审查。报告事项，第8案，因提案委员来函撤回，本案做以下决定：同意撤回。请问院会有意无意本案同意撤回？再下一案。第9案，本院委员李丽芬等18人拟具《教师法》第14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由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意无意通过。第10案，本院委员严宽恒等17人拟具《健康食品管理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由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意无意通过。第11案，本院委员严宽恒等17人拟具《民法》第203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由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意无意通过。第12案，本院委员严宽恒等17人拟具《交通事业人员任用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由交司法及法制交通两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意
无异通过。第十三案，本院委员赖世葆等二十一人拟具《证券交易法》第43条之一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外交财政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异？无异通过。第十四案，本院委员郑运鹏等18人拟具《民事诉讼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外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异？无异通过。第十五案，本院委员郑运鹏等18人拟具《行政诉讼法》第82条及第98条之6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外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异？无异通过。第十六案，本院委员郑运鹏等17人拟具《非讼事件法》第93条及第187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外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异？无异通过。第十七案，本院委员郑运鹏等18人拟具《强制执行法》第65条及第84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外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异？无异通过。第十八案，本院委员郑运鹏等18人拟具《家事事件法》第130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外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异？无异通过。第十九案，本院委员郑运鹏等18人拟具《破产法》第13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外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二十案，本院委员郑运鹏等18人拟具《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第14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外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异？无异通过。第21案，本院委员郑运鹏等16人拟具《国营事业管理法》第37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外交经济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异？无异通过。第22案，本院亲民党党团拟具《住宅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外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异？无异通过。第23案，本院委员高志鹏等51人拟具《电业法》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外交经济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异？无异通过。第24案，本院委员李俊毅等23人拟具《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第9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外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异？无异通过。第25案，本院时代力量党团拟具《公教人员退职退休给予并记党务年资处理条例》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外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异？无异通过。第26案，本院时代力量党团拟具《政务人员退职抚恤条例》第13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外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异？无异通过。第27案，行政院函请审议《公民投票法》第42条、第43条及第51条条文修正草案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外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异？无异通过。第28案，行政院函请审议《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外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异？无异通过。第29案，行政院函请审议《组织犯罪防治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外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异？无异通过。第30案，行政院函请审议《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外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异？无异通过。第31案，行政院函请审议《化妆品卫生管理条例》修正草案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外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异？无异通过。第32案，行政院函请审议《政治现金法》第25条及第26条条文修正草案等23项法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外交依《政治现金法》第25条及第26条条文修正草案，交内政委员会审查。二、妨害兵役治罪条例删除第21条条文草案，交外交及国防、司法及法制两委员会审查。三、法医师法第37条及第53条条文修正草案，通讯保障及监察法删除第26条条文草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四、矿业法第69条条文修正草案，能源管理法第20条之一条文修正草案，光铁管理条例第15条及第17条条文修正草案，交经济委员会审查。五、农田水利会组织通则第19条之二及第38条之一条文修正草案，交司法及法制经济两委员会审查。六、
医师法第28条条文修正草案、物理治疗师法第32条条文修正草案、医事放射师法第34条条文修正草案、医事检验师法第33条条文修正草案、心理师法第43条条文修正草案、呼吸治疗师法第18条条文修正草案、助产人员法第36条条文修正草案、水污染防治法第39条条文修正草案、环境用药管理法删除第45条条文草案，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七、人工生殖法第31条及第36条条文修正草案，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司法及法制蓝委员会审查。八、水下文化资产保存法第37条条文修正草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九、期货交易法第113条条文修正草案、电子票券发行管理条例删除第36条条文草案、电子支付机构管理条例第53条及第58条条文修正草案，交财政委员会审查。十、电信法删除第60条条文草案，交交通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第33案，行政院函请审议我国拟加入之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案，程序委员会见拟请国家外交及国防、司法及法制两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第34案，行政院函请审议《国际机场园区发展条例》第13条、第14条及第47条条文修正草案，程序委员会见拟请外交、交通、内政两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第35案，原住民族委员会函送财政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业基金会106年度预算书及相关资料案，程序委员会见拟请外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第36案，经济部函送药华玻璃股份有限公司管理委员会106年度预算书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外交经济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第37案，经济部函送药华玻璃股份有限公司管理委员会104年度决算书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外交经济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第38案，文化部函文修正国立台湾博物馆规费收费标准，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外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第39案，文化部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昨天该部主管第一项决议35，请送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外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无异照修正通过。下一案。第40案，文化部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昨天该部主管第一项决议94，简送改善计划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外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无异照修正通过。下一案。第41案，文化部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简送就台北城内打造首都博物馆群举办公听会结果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见拟请外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无异照修正通过。下一案。第42案，行政院原子能委员会函送财团法人核能科技协进会105年度营运及资金运用计划，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外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无异照修正通过。下一案。第43案，行政院原子能委员会函为修正辐射工作场所管理与场所外环境监辐射监测作业准则第19条条文，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外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异，无异照修正通过。下一案。第44案，行政院原子能委员会函为修正商品辐射限量标准第2条、第6条及第7条之一条文，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外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请问院会有异，无异通过。第45案，行政院原子能委员会函为修正辐射源豁免管制标准第2条及第4条条文，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外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请问院会有异，无异通过。第46案，考试院函为修正著作发明审查规则部分条文，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外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请问院会有异，
无异通过。第47案，考西院函为该院及所属105年第二季并无办理本体政策宣导广告相关业务，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48案，考西院行政院函为修正公务人员留职停薪办法，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49案，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函送台北农产运销股份有限公司等三家投资事业与财团法人农业机械化研究发展中心等四家财团法人营运及资金应用计划及该会主管公股事业转投资具经营主导权事业经营绩效表，程序委会意见，拟请移交经济委员会。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经济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50案，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函为公告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第41条之一第一项锁定之一定期间，为中华民国105年7月1日起至106年6月30日止，特定种类动物传染病为高病原性家禽流行性感冒口蹄疫及狂犬病，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移交经济委员会。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经济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第51案，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函为修正渔会人事管理办法第42条第86条条文及第12条附表5，程序委会意见，拟请移交经济委员会。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经济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第52案，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函为修正动物及动物产品输入检疫条件第二点及第六点规定，程序委会意见，拟请移交经济委员会。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经济委员会审查，请问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第53案，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函为修正渔会选举罢免办法第6条及第13条条文，程序委员意见，拟请移交经济委员会。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经济委员会审查，请问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第54案，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函为修正基层农会会员资格审查及认定办法部分条文，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移交经济委员会。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经济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第55案，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函为修正应实施输入植物检疫评估部分规定，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移交经济委员会。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第56案，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函为修正动物及动物产品输入检疫条件第8点附件4之4自巴拉圭输入冷藏冷冻工人食用牛肉检疫条件，程序委会意见，拟请移交经济委员会。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经济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第57案，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函为修正渔会理事监事候选人实际从事渔业资格认定及审查办法部分条文，程序委员意见，拟请移交经济委员会。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经济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第58案，经济部函送106年度重要公共工程建设及重大施政计划无自来水地区供水改善计划第3期，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移交经济委员会。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经济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第59案，经济部函送该部及所属转投资事业与政府捐助财团法人营运及资金运用计划，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移交经济委员会。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经济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第60案，经济部函为修正专利以外文本申请实施办法第5条及第6条条文，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移交经济委员会。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第61案，经济部函为修正专利年费减免办法第2条及第9条条文，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移交经济委员会。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第62案，经济部函为修正专利电子申请及电子送达实施办法第11条条文，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移交经济委员会。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第63案，经济部函为修正专利法施行细则第26条、第51条及第53条条文，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移交经济委员会。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第64案，经济部函为修正创业投资事业辅导办法第3条、第7条及第8条条文，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移交经济委员会。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经济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
无异通过。第六十五案，经济部函送《水量及刑事认证技术规范刊物表》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经济委员会。请委员会有意无异通过，下。第六十六案，经济部函为修正《自来水用户用水设备标准》第六条条文，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经济委员会。请委员会有意无异通过。第六十七案，经济部函送因需检验旅行箱商品之相关检验规定，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经济委员会。请委员会有意无异通过。第六十八案，经济部函为修正濒临绝种动植物之物种附表三，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经济委员会。请委员会有意无异通过。第六十九案，经济部函为修正《经济部事业废弃物再利用管理办法》第二十条、第二十七条条文及第三条附表，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经济委员会。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经济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意无异通过。第七十案，经济部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检送我国推动双边、复边或多边经贸协定之永续性影响评估策略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经济委员会。国民党党团、时代力量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经济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意无异通过。第七十一案，经济部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检送欧盟倡议以投资法院机制取代 ISDS 之研究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经济委员会。请委员会有意无异通过。第七十二案，经济部函送加工出口区管理处105年度第二季补助民间团体及个人之补捐助案件汇总表，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经济委员会。请委员会有意无异通过。第七十三案，经济部函为修正《原产地证明书及加工证明书管理办法》，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经济委员会。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经济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意无异通过。第七十四案，经济部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检送协助中小企业接班转型辅导策略，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经济委员会。国民党党团、时代力量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经济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意无异通过。第七十五案，经济部函送台电、中油、台糖及台水公司105年五月份公益支出委托调查会费捐助及募林支出明细表，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经济委员会。请委员会有意无异通过。第七十六案，交通部函为修正《航空站地勤业管理规则》第十六条条文，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交通委员会。请委员会有意无异通过。第七十七案，交通部函为修正《空厨业管理规则》第十四条及第十九条条文，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交通委员会。请委员会有意无异通过。第七十八案，交通部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检送港湾技术研究中心业务调整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交通委员会。请委员会有意无异通过。第七十九案，交通部函为修正《交通部公路总局各区车辆行车事故鉴定会暂行组织规程》第二条、第七条条文及编制表，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司法解法之交通两委员会。请委员会有意无异通过。第八十案，交通部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检送我国民用航空安全管理系统检讨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交通委员会。请委员会有意无异通过。第八十一案，交通部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检送桃园国际机场及松山机场发展规划与松山机场是否迁建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交通委员会。请委员会有意无异通过。第八十二案，审计部函为修正审计部处务规程，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司法解法事委员会。请委员会有意无异通过。第八十三案，国防部函为修正常备兵补充并服役规则部分条文，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请委员会有意无异通过。第八十四案，国防部函送海军 AAV7 两栖突击车缺装补充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请委员会有意无异通过。第八十五案，财政部函送机动调降鹅肉四项货品关税税率，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财政委员会。请委员会有意无异通过。第八十六案，财政部、经济部函为修正中古汽机车报废或出口换购新车减征退还新车货物税办法，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财政经济两委员会。请委员会有意
不予通过。第八十七案，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交通部函为修正《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法施行细则》第六条条文，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财政交通两委员会。请委员会由一。无异通过。第八十八案，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函为修正《金融消费争议处理机构评议委员资格条件、聘任结任及评议程序办法》第四条及第三十五条条文，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财政委员会。请委员会由一。无异通过。第八十九案，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函为修正，与境外机构合作或协助境外机构与我国境内从事电子支付机构业务相关行为管理办法第十七条之一及第二十四条条文，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财政委员会。请委员会由一。无异通过。第九十案，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函为修正《保险业内部控制及稽核制度实施办法》第二十条条文，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财政委员会。时代力量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财政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由一，无异通过。第九十一案，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函为修正《金融控股公司及银行业内部控制及稽核制度实施办法》第十五条之一及第十九条条文，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财政委员会。国民党党团、时代力量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财政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由一。无异通过。第九十二案，国家发展委员会函送第五阶段电子化政府计划数位政府，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经济委员会。请委员会由一。无异通过。第九十三案，外交部函为关于105年我国与亚太经济合作 APEC 秘书处签署捐赠50万美元之了解备忘录 MOU， 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请委员会由一。无异通过。第九十四案，行政院函为卫生福利部为办理建构托育管理制度实施计划所需经费不敷1亿9180万6000元，动支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第二预备金之印，减送第二预备金动支数额机关别表，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财政、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两委员会。请委员会由一。无异通过。第九十五案，蒙藏委员会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针对张张纪念馆规划计划冻结100万元，提出书面报告，使得动支减送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内政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由一。无异通过。第九十六案，本院财政委员会函送《中华民国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含附属单位预算及总计表营业及非营业部分审查日程及审查分配表，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会并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处理。请委员会由一。无异通过。报院会第九十七案以下，请一并宣读，宣读后均准予备查。第九十七案至111案为110案为本行政院函送本院高路仪用委员洪委员慈庸、吴委员志扬、黄委员郭书、严委员宽恒、吕委员玉林、蒋委员乃兴、李委员燕秀、陈委员学胜、曾委员明宗、管委员碧林、陈赖委员素美、新委员玉芳等所提临时定案之延处情形。第111案为本院人事处函送立法院第九届第二会期各委员会召集委员名单，名单如下：内政委员会赵委员天麟、陈委员超明；外交及国防委员会罗委员智政、吕委员玉林；经济委员会管委员碧林、黄委员伟哲；财政委员会赖委员世宝、王委员荣章；教育及文化委员会何委员新纯、陈委员学胜；交通委员会李委员坤泽、陈委员学生；司法及法制委员会游委员美女、徐委员淑华；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陈委员莹、吴委员玉琴。质询事项，甲行政院答复部分，行政院函送本院陈委员苏月等所提质询之书面答复共2件；乙本院委员质询部分，本院徐委员郑卫等向行政院提出质询共35件。宣读完毕。报告院会现在对行政院院长提出施政报告，继续质询。在进行施政质询之前，先请秘书长报告各部会首长请假情形。报告院会，行政院来函，外交部李部长大伟本日上午11时至12时因公请假，由侯次长亲善代表列席。交通部贺成部长但本日因公请假，由王次长国才代表列席。报告完毕。
现在请陈委员移民质询，询答时间为30分钟。